咁遲㗎？哇哇，乜你咁遲㗎？遲咗成半個鐘啦！唔好意思咯，少少啫。半個鐘都話少少嚇？咁聖誕節得嗰一日，張林期有成四個禮拜，咁四個禮拜都有好多個半個鐘啦。咁你哋咪一樣咁期待耶穌嘅來臨？你點同耶穌啫？而且張林期好有意義㗎，唔係白等㗎。有咩意義啊？我又唔知喎，不如問下慈青朋友啦。张林期是天主教礼二年的开始，亦都可以说是教会的新年。由圣诞节之前的四个主日开始，以以色列人等待弥西亚四千年。他让我们做好准备，预备将来基督第二次来临，同时亦都准备庆祝基督的第一次来临，亦即是圣诞节了。你又知不知道这四个主日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醒悟、等待、喜乐和希望。